所以这一题哈、哦，范例叫股票分析的自动最佳化，那里面的需求大概会有几个哈、哦、需求，那、最后做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就是说，再切过来，各位可以看到、哦、结果画面，这里面的话、没有东西嘛，所以我们会需要在旁边加个按钮，这个按钮是什么样呢？把前面的这边的资料，前面的这个资料怎么样？把它做完的结果帮我抠到这上面来，一个一个填上去。那要填什么东西呢？这边有三好像是什么短线哈、哦，短均线，这个是长均线，有个短均线，有个长均线的值相减的结果放到这边来，好、哦，OK 好。然后呢，这个长均线跟短均线分别就是在这边。这个是短均线，那短均线呢，就是这个值向上推，推几个，推这个，你可不可以看到短均线的参数，三，也就是说呢，它往上推三个，所以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值，我的理解上这个，然后这边有一个写好的那个平均呢、啊，平均什么，把 B30 offset 就是向上，它是负值嘛，负三个，假设是负三，再加一的话，那就怎么样？就是再推两个，因为它相差应该是这三个的平均的哈、哦，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哦，然后呢，如果是长均线的话是十，所以就是说这个值哈、哦、向上推，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的什么呀？总平均值 ，OK 啊，这边有一个就是用 average 跟那个 offset 就是方向嘛，向上或向下，有正又有负嘛。那因为要向上的话，所以是负的，所以这边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负的有没有？啊，锁定呢，固定是第一列，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列的部分有锁哈、哦。然后原来那个要加回来，就是再加一了哈、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有个长均线跟短均线的平均值。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要取得这个值是把长均线减掉短均线，所以把长均线再减掉短均线的值放到这边来，那把这个值怎么样再抠到列表里面，所以这边的值会变动三，可能它这个地方的话将来会是三什么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一直以此类推。好，然后最后会把这个值分别把它列出来，做完的结果哈、大概是像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哦，这个逻辑上如果没问题的话，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长短均线差列表，按下去，好，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怎么样，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哈、全部都跑完，并且把这个结果把它秀出来，不过。陈志豪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了解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出来了 ，OK， 好、哦，那这边的话呢，最后还有个需求，这个范围里面呢，哪一个值最大？最佳化，因为同学好像问题说没办法理解这个地方最佳化，其实可以把它拆开来看的，你最后跑完之后，扫里面最大的，把它标成黄色的，其实我就写了一个。不，更正一下，应该是上面这个因为我写，然后我后来要改一下，最大的有没有？其实就可以用那个蜡炬哈，去找了，蜡炬第一个嘛，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找，你要几个就有几个啊。比如说我要标那个第一个的话，那我就是这个把它清除一下哈，最大那一个就这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几个都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找到把它标上去就好了啊。所以，最佳化应该是。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只是说把那个结果算出来，然后把结果填上去。怎么样把那个结果填过来呢？也是跨了工作表，对，然后要把结果算出来，自动帮我放上去。我不知道这个、如果这个部分的逻辑有可能有不太正确的那就再请同学再跟我讲一下，因为这是我的理解啦，我想应该没有错吧哈、哦。OK 哈、哦。因为这个我也看很久，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了哈，所以真的是有时候隔行如隔山，有时候要把一个如果你不过还好同学写的真的很清楚，哇写，
我看你真的可以写书嘞，你可以把那个，而且我发现好像这方面的书籍还不算太少哦，什么城市交易的书籍，而且还卖得不便宜哦。而且网络上我查了一下，哇，好多那个想要学这方面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哦。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又是把那个股市的专业跟 VBA 要把它连接串联在一起，哎，真的就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不过还好哦，后来想，这个也花了我一点时间，我想了半天，其实写程式大概只花五分钟，可是我光看那个逻辑，我刚看很久哦，我后来发现啊，终于有点懂了。这也燃起我的开了一个另外一扇窗，所以我将来也可以，不是要跟他跟分析师抢，只是我也许我可以比较理解啦，怎么去把大家的股市方面分析哈，可以把它写出来哦。OK，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看一下这个题目，那我们的需求大概就是把前面我刚刚讲的有没有？它这个地方长均线、短均线这个地方数字会跳，跳一跳之后的话呢？自动把这个结果抠过来，那抠过来会有什么跨工作表资料转移的问题，所以你在转移的时候前面要加上它的取子名的名称，否则的话呢会抠错哦。那先看一下，等一下再来解一下这个地方啊，两个步骤啦，一个是怎么抠过来，怎么样把最高的，其实前面几个你前面三个也可以啊，前面五个也可以，你要上不一样颜色也 OK， 然后怎么样清除颜色啦，大概就这样子把颜色清掉哦。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试一下。再来就是哈，我们的需求就是把刚刚的逻辑转变出来。其实非常简单，我按个按钮，它答案就出来了。但是呢，问题是我这个按钮里面呢，到底做哪些事情？实际上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取短均线、取长均线，然后呢做完之后把值丢过来。不过呢哈，因为刚刚有一段时间它在跑，所以我没有让它更新，我把那个画面更新给关掉，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那当然最好是怎么样，我在其他的范例哈有讲到说，其实你可以让使用者知道说你跑的进度，所以哈最好是有个什么，有一个就是进度表，有一个 press bar 有没有，那个实际上是可以用表单，当你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哎，你可以让那个 bar 跳出来，然后让使用者知道说你跑到百分之多少，哎 ，user 也比较，不然你说一直让他，哎，感觉是不是好像荡掉？如果太久的话，这个感觉不是很优，所以那个怎么做啊？其实我在下一个阶段课程有提到了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哈，但我不是做广告了，好吧，顺便提一下，因为说真的，这课程实在时间有限哦，能讲的实在太少了哈。OK， 好，那这个地方怎么完成呢？其实程式非常简短。好，所以我讲说哈，这个写这个程式没有花太多时间。第一个就是我把那个画面更新关掉，那这个关掉有没有关掉？其实不影响了哈，只是说可能会让程式跑得快一点点哈。那重点应该是在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说呢，我要取什么？取这个长均线跟短均线的范围。所以我的逻辑基本上哈，跟那个前面一样 ，for i 等于二到这个十。二嘛，这个范围你可以自己去抓了，也许这个数字也许会跳，所以这个十二的值哈可以用抓的哈，那怎么抓？前面有哈，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 for 二栏到第十四栏 ，OK， 这个范围我想前面都讲过了，所以这个回圈有了之后的话，再来就是说呢哈，我把什么呢？我把那个我要做的就是取短均线，那短均线的位置是在第。就是我要怎么样呢？把那个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后面的值哈，这个后面的值就是说，因为我用 for i 跟 j 会取得第一次是22嘛， 22的话呢，会取得不跟这一样，应该是我要取这个3怎么样丢给前面，丢到哪边呢？丢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我将来的这些有没有？这些的那个 average 它会取到这个，就是从这边的函数去抓这个啊，如果这个值变动的话，它也会跟着改变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要把它丢过来。那怎么样丢过来啊？特别注意就是我直接写一行程式，就是直接去抓什么呢？抓这一栏的第一列，这一栏的第一列指的什么呢？这一栏的第一列指的就是这一栏，就是。这个的第一列，那就是抓到3，把3怎么样？3丢到前面去，然后呢，把什么呢？把 A 栏的这个
丢过去，所以他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会先把三丢到这个 I 二，然后 I 一的哈，把这个丢到长均线，把它丢到 I 二，把它丢过去，丢过去 ，OK， 然后再来它会跑出一个结果，那跑出一个结果之后呢，把长均线再减掉短均线，再扣到哪里呢？扣到那个我们要的结果，就是 G 三十二，好，那再把 G 三十二怎么样呢？再因为最后会有一个这个的值嘛，那把这个值怎么样？再扣到把 G 十二的第一个工作表哈，扣到第二工作表的相对位置，相对位置就是 Sales IJ， 那就把资料扣过来了哈，然后反复做，哎，最后的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看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哈，我这边有设一个按钮，这边也设一个按钮，那实际上哈，我这边来设一个中断点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从这边设一个中断点。那比如说我从这边按下去，第一个各位可以发现哦，哎，上面这边会变动哦，比如我直接按 F8， 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取得3，按 F8， 这个时候取得 10， 有没有？啊，再来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地方值变动会牵涉到短均线跟长均线这个平均值哦，这个值会出现变动，然后呢就再把什么长均线减掉短均线，所以输出的结果有没有？-146.67， 然后把这个值怎么样？再扣到什么呢？扣到我后面的表格去，就完成了。所以在内蛇的话，你会发现再来就4，它会先横向移动，对不对哈？然后再来下面这个值一样是10，有没有？40，然后就一直往下，5、6，有没有？一直往下。那跑完之后的话，哎，就完成我们要的最后的结果了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这里实际上程式非常的简单，主要是处理什么呢？栏跟列的这个关系啊。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程式哦，把它 call 到云端上给各位参考啊，试一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那要把这个 VBA 学好哈，实际上真的就是要经验值啦。你要把你的经验值提升哈，就是不断的把很就是说那个逻辑转换成程式码，逻辑转换成程式码啊，然后不断的去演练哦。我想自然而然你就会很习惯这样的模式。那不过因为这一套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逻辑，所以我写的很习惯。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哈，每一个作者写出来的程式也都长得都不太一样哦。OK 哈，那所以尽量慢慢你要养成自己的习惯，你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啦哈，我慢慢你就会哎有比较有 feel 了哈。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部分实作完之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哈，特别注意就是 sales EJ 指的就是什么，抓到那个短。有没有第一列的追栏，然后呢取得什么短均线的那个 range 那个范围3、4、5、6一直到14嘛，然后用 IA 去取得左边那个栏，就是好像从多少从这个我们看一下，从10到20这个范围，所以这个可以学起来啊，将来要输出到某一个范围就是 sales IJ 就可以了，所以输入把这边抓到前面去，然后再输出 CLIJ 填过去，这样子的话呢，哎，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所以哈，各位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范本，然后另外就是序齿哪一个，好，后面你要记得要加啊，一跟二不要搞错了哈。像我之前写的时候也有写错过，所以发现哎奇怪，资料本来应该写在那边的，结果写在另外一边，啊，把它再颠倒一下就 OK 了。好，那这个地方是第一阶段，所以这个你会发现程式没有几行。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着写的啦，最佳化我刚刚讲的有没有短均线哪一个它的 I 值跟它的列值它最哪一个是最大，欸，有没有？最好这边可以加个按钮按下去自动帮我跑出结果。好，不过这个部分我还没写啦，不过应该写出来不会太困难。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找最佳化啊。最佳化哈，其实如果直接在这边写，我把它分成两阶段，先输出。第二的话，我希望呢标注成黄色的，就这样，这个最大，对哈。当然你也可以什么前三个可不可以？也可以啦，比如最大的那三个，最大的那五个，最大的那十个都可以。那方法的话哈，特别注意哦。其实哈，很多时候如果你今天不写程式可不可以？
但可以啊，我这边是有写完写一个程式。可是如果你今天不写程式，有几个方法，比如说你今天希望这个范围里面最大的那个排名最大那个，帮我改成啊、黄色底色这样的需求，很简单嘛。不写程式哈、哦，其实你可以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规则，可不可以？可以啊，哈、哦，那、啊、怎么做？用公式来决定。那你也想说公式，其实公式就可以用到那个Excel函数里面的那个 rank， rank 吧，各位应该 排名嘛，对，排名第一的那个，帮我填一个颜色进去，哦，哎，这个地方怎么做？实际上哦，就是直接等于什么？等于 rank， 所以你这边的话直接可以打一个 rank， 哦，然后刮弧，它会有三个参数嘛，哈、哦，那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从你要比的那一个，啊，基本上我们会用 B2，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左上角这个当成是我们的基准，那它以后会自动帮我把 B2 一直延伸到 C2， 一直就每一个了哈、哦。B2 代表是全部这个范围里面，啊 ，B2 只是一个代表，哦 ，OK。逗点就是说你的范围在哪里，那我们就把这个范围给它就选一下 OK， 这样子的话就是它的值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等于多少，等于1的话就是这个条件第一名的哦，这里面谁排第一啊，排第一的怎么样呢，帮我格式化，格式化我需求很简单，填满黄色确定这个成立，就帮我格式化 ，OK 哈，所以这边特别说 rank 哈、哦，当然它不会自己放大了，没关系，自己打一下 ，OK rank B2， 然后给它一个范围，如果等于1的话，按确定，看一下会不会成功呢？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就成功了，哎，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哦，也最佳化啦、啊，哈、哦，所以它的方法很多了哈、哦、，OK， 第一步就是。那当然，如果说今天管理规则一下，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管理啊，刚刚的那个管理啊，刚刚按到清楚了，特别是新增规则，记得这个用什么？用等于哈 ，rank 啊，大小写其实没关系，它会自动帮你，然后你给一个基准 B2， 逗点后面的话呢，就是给一个范围。如果等于的话，等于零啊，等于一的话，啊，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前五名，那你这样。应该是前五名的话怎么叙述？小于有没有？等于多个小于，或者直接跟那个小于多少？前五名的话，那就是小于多少？小于6嘛，对不对？如果 rank 小于6的话，那个结果小于6，那一样给我一个，比如说填一个黄色的前五名，按确定，再按确定看看会不会成功，试一下，套用一下，编辑规则，这个结果小于6。OK，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的哈，这个我想我们再试试看哈，我看一下这个结果小于6，小于等于6。OK， 好，试一下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如果不写程式的状况可以这样，那如果说要写程式的话怎么做哈？可能是因为没有选，好，要记得要把那个 B2 到 N12 选取。再下公式，记得就是等于 rank 哈，那个刮弧，然后 B2 记得不要锁定哦，因为它将来是会自动帮你延伸到 N12 的范围，然后再给它要排序的那个范围哈，然后如果小于6，那就是前五名，按确定之后的话，哎，结果就出来，那应该没错哦，没有问题。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哈可以试试看这个部分的话。是如果不写程式，要达到那个去找那个最大的那个值该怎么做哈？啊，当然如果说你用 VBA 来做的话，哎，怎么做会比较简单哈？好，我们刚刚特别注意哦，刚刚的动作第一个要先选取，第二个有没有设定格式化条件？那新增规则，然后我这边已经有做过的，这边管理规则也可以哈。那里面的话，刚刚编辑一下哦，看一下。那里面基本上就把这个东西写完，按就是小于6的话就是前五名，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哈，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自动帮你标出来哈，所以会集中在这个区块，哦，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哈。啊，这个部分是不写程式，
那当然哈、哦，如果说你这个部分，要把它变可程式化，很简单嘛，你就再做一次，然后把它剧集录下来，它同样会有程式嘛，你将来就改一下那个它录下来的东西也可以啦哈、哦，那个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比如说像我希望的哈、哦，我这边清除颜色啊，把它清掉。不过你会发现啊、哦，这个清除清不掉，必须怎样？它不是从这边清哦，它要从什么？清除规则里面，哦，或者管理规则里面怎样？记得哈、哦。把它删除规则，好，假设把它删除掉，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把它拿掉 ，OK， 好。那接下来就说哈，哎，我如果要自己写一个程式，那比如程式非常简单，第一个我的需求哈，其实我想了蛮多种方法，什么方法最快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哈，哎，有一个 Excel 里面有一个函数，它叫 large， 这个 large 啊，它的好处就是说，请帮我找到这个范围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有没有？那比如说我在这旁边哈，假设我做一个插入函数嘛哈，然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 latch 应该是在哪一个数学吧，是不是 latch 哈？或者你找一下那个latch 不是在这里，给我们找全部啊 ，l latch 就出来了 ，OK。然后呢 ，latch 这个函数哈，我的这个地方会需要第一个 array 就是它的范围，你就给它一个 array。第二个你要找第几大的，比较第一大的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答案就出来了。它会自动怎么样，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结果抓出来。好、哦，这边刚选错了哈、哦，可能 OK， 好，按确定，它会自动帮我抓出来这个值。那这个值在哪里呢？实际上就这里嘛，对不对？所以哈、哦，我的想法是这样，比较快的方法，因为你要自己再慢慢跑那个。程式去找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如用什么用这个方法。那顺便讲一下，如果你将来、哦、会需要用到什么，诶 Excel 里面既然有函数啊，那你为什么要傻傻的自己再写一个，你干脆就直接用它的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将来你有使用 Excel 里面内部已经有的内建的函数，然后 return 给你一个值，那等到你 return 一个值之后的话，你再去找这个值在哪个位置，找到之后的话呢，把它上个颜色，哎，不就好了？哦，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哈、哦。于是呢，我就这样写，哎 ，OK， 也没有问题。可是问题第一个，如何取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边有写好的，给各位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取用的话哈、哦，其实特别注意哦，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叫 application， 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就是 worksheet function。那我写的方法是这样。点，其实都不用背啦，其实我的习惯是你就打一个 application， 不过 application 一定要记的，这个没办法哈、哦。后面的话呢，你就打一个 work sheet function 就出来了。然后点下去之后的话呢，你去找一个 large， 有没有？你会发现 work sheet function 呢，这里面后面的清单就是我们在上面这边有没有插入这个函数里面的所有的函数，通通都会跑出来。那你就找到 large l 这个齁，然后按空白键一下，再来刮弧一下，它会跟你要资料。那实际上它的用法就跟什么在插入函数一样，所以它一定会第一个跟你要什么，跟你要一个范围。那你这个时候的范围齁，你不能用那个什么用选的，记得用 range， 因为这里面要给它的是一个物件，必须用 range 来表示。然后呢，请你帮我找一下 b2 一直到 n12 这个范围里面齁，那、啊、记得、啊、这边是丢给一个 range 物件，逗点第几大的，第一大的话就给一、哦、第二大就给二啦，以此类推。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找到很多个，比如说前五个，你可以建一个阵列嘛，然后再跑一个回圈，就帮你找出前五大的放在阵列里面，然后呢你可以再去做后续的处理，也不会有问题啦、哦、OK， 好，那这个地方我是教会取得最大那一个，并且帮我放到 X 里面。那可是我不知道这个 S， 我找到了，可是我不知道那个 S 放在哪里啊。那我有个方法，一样再跑一个回圈，就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那我怎么办呢？逐一逐一的找，找到之后上颜色。那怎么样逐一逐一找？ for i 等于2到 12， for j 等于2到 14， 对。再来的话呢，把这 S 跟里面的值比对一下，就跟那个什么，有点像灰姑娘嘛，她的鞋子嘛，啊，穿一下。谁穿到哎和就是他了 ，OK。所以这地方的话，哎，如果找到刚好找到这个，在 N 栏的第二个储存格，所以找到之后的话，啊，怎么上颜色？应该还记得吧？哈，其实就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个方法啦，一个是 index， 一个是用那个 color， 那这个好像前面讲过这一个 RGB 255550其实就是黄色，那其他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你就打一个什么，这个后面也不用背嘛，你就打一个点点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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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点 color 或者 color index， 两个都可以，用 color 后面记得就是用什么，用 RGB， 然后呢255550OK。那、啊、以后、不管什么地方、反正、RGB 都通用，你要给什么颜色都有。啊、我好像讲过、这个黄色怎么产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直接从那个加色彩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加个色彩，这边有点下去，这边其他色彩一样会产生 RGB。如果你要黄色的话，你就点黄色、它会怎么样，先点一个黄色，然后再切到自定，一样会出现 RGB。或者第二种方法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在 VBA 里面上色的话，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 Color Index。 这个 Index 里面的话，其实它有一些，你们可以在那个 Help 里面查一下，它也有一些可以让你这边上面，你可以查那个 Color Index， 它里面呢也有一个色表，你也可以直接的用那个 Color Index 呢去给它要显示的颜色。这个地方的话最简单的方法，你在搜寻这边打一下那个 color index， 因为这个跑得有点慢，打上去，按一个搜寻。那里面的话呢，第一个属性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色盘的。这个色盘就是表示什么，你后面给它什么，它就是什么颜色。那、这边色盘总共有56种色盘。好像也还不错用嘛，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同学刚好问到类似的。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Color Index 还有什么 QB Color，QB Color 也可以，但是 QB Color 只有16种。那、Color Index 有56种，那 RGB 的话，这样组合有1000多万种，不过太多了啦，你可能麻烦看，如果你只是小量的颜色的话，其实用这个 color index 就很足够了，大概该有颜色都有了。好，那这里的话我们黄色就是6或27的，看起来不知道哪一个，反正是黄色的。那、或者是 RGB 2525、啊、这个时候的话我把它执行过，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会先找到最大的，并且怎么样帮我怎样标成黄色的。不过这个问题来了，刚刚好像漏了一个动作，就是很直觉的，每次打这个，因为都忘了打什么，打这个，所以他怎样，他就把所有的都上成黄色的，OK， 好，那不过可以清除了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把这个地方标注成黄色的部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这个部分的重点就是第一个，如何使用 Excel 已经有内建的函数来取得你要的结果。第二个就是说呢，如何在这个我们的储存格的底色要上一点颜色实际上清除颜色的方法那你可以把它全部，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加颜色，所以我可以把它清除掉。那清除的方法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利用一个叫做什么呢 ？Color Index， 它这边有个叫 Color Index。等于什么呢 ？XL None， 就是把里面的颜色清掉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将来希望把底色通通清掉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了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呢？Clear Format 啦。不过 Clear Format 特别注意，因为这边这一题如果你用 Clear Format 会有个问题，就是 Clear Format 它也会把框线给取代掉。就是 Clear Format 在那个有没有？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清除？像加颜色之后，一样可以用这个，比如说我可以用那个常用里面的什么清除，里面有个清除格式嘛。可是在这里当然会把底色清掉，但是也会把什么把框线清掉，有没有发现框线也清掉了？我觉得很麻烦，你最好要把框线再加上去。那倒不如怎么样，用那个 color index 的话等于 none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顺便再跟各位讲一下，如果将来你要把颜色清掉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color index 等于 XL， 特别重要，这个是 L 不是 E XL Excel 的意思了 None 就是没有颜色，
它就会帮你把颜色给去掉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讲完之后啊，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个表格，那本来里面没有数字的，按下最佳化结果，有没有办法把它拉，有没有丢过来？那这个我想一样嘛，就是说我把它拆开来，拆开来解的话，实际上哈，就是利用刚刚的程式来修改最佳化结果一样，我就是插入一个按钮嘛哈，就最佳化结果。那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一样用这个去找到，记得哦，前面要加那个第二个工作表，第二工作表的这个范围的最大的一样丢给 X 嘛，所以你会发现就差刚刚的程式，我是把刚刚的程式嘛抠过来，然后稍微做个修改哈。那里面的话呢，后面就是说再把什么呢 ？X 先丢到哪里呢？这个知道的最大的值就先丢了嘛，丢到哪里？丢到这里了，对哈。第一个，但是上面两个不知道，上面两个怎么知道呢？再跑一下嘛 ，for i 等于2、就是再比一下。啊，怎么比呢？就是 X 呢等于什么呢？等于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 X 的值哦，等于我一个一个比嘛。第二个工作表那个列表里面，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把什么呢？这个 i 跟这个 j，i 指的是列嘛，列的话就是它的短均线，j 的话是长均线，所以把这两个值分别怎么样 call 到我指定的这个是 i 栏的第五列，第四列了哈，第五列，所以 i4 i5 OK， 那就可以把它输出了。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程式没几行了，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效果其实就会很明显。那里面我们这个学期这一期的课程其实很快。那今天因为同学的问题，我觉得都还蛮不错，而且我觉得蛮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我就把它纳入到我们课程里面。那我们这期很快一眨眼就过了，大概8次，其实好像没上。那所有的东西都还在云端上面，24小时为各位服务，那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状况的话，我不会去把它影片不会关掉啦，不过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下一期的课程之后可能会就是说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的东西我可能会做一点点调整，所以也许哪一天连进去你可能会出现什么需要就是分享者权限啊，记得你再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可能会不把它共用出来，因为这个现在是 open 的状态。那如果说我可能会把它权限改成就是说要我有分享的，所以如果你们这样连会出现那个状态，你就跟我讲一下，这第一个或者第二种方法你可以怎么自己再把它备份起来应该会备份吧。最简单的备份方法就是右上角有一个什么在云端硬碟中开启，对不对？那你把它开启之后的话再直接呢按右键直接把它下载，这个云端上面的所有东西呢就通通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了，你也可以再把它转存到你的云端硬碟之类都 OK 这个时候有没有，那你可以上面不是有一个箭头，你可以怎样把它选择下载，它就可以直接全部下载下来了它会帮你压缩成一个 ZIP 档这个部分。好，那这里的话最后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那以后的话呢这个云端资源跟那个 YouTube 部分呢，我想只要你愿意花时间这个部分这一期的课程基本上至少可以让你达到就是说在函数的逻辑之上你可以把它很快速的转换成你要的一个 VBA 的逻辑，然后呢至少可以在初步的自动化上面至少可以做出一点点东西出来了不过你会发现一旦你上手之后，你的工作效率慢慢你就会感觉是跟别人不同的，那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OK， 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也不耽误各位那个中午吃饭的时间。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那也欢迎你们用像论坛或 email 的方式再跟我联络然后不过。尽量就是像同学的问题，尽量越清楚越好，最好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就把你那个范例就是稍微整理一下，比如像同学会寄给我那个范例，我觉得还蛮清楚的，那我一看，直接 run 一下，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
哦，不然有的时候隔空要解决各位的问题不太容易了哈。OK， 好，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那等一下陈世马我会把它call上去给各位参考哦。